然后你要闻干净，闻干净。昨天那讲大理，对呀、啊，来，他已经大丰收。外地帮那个朋友还帮他开，打开，然后就用他这个钱。有吗？那个有，可是被他又抢走。对呀、啊，帮他保育有帮他拆松一点，应该是这样。哎，拆松没有用，因为他会被他抢走。对呀、啊，被他拿走。而且。他那个贾巴里，他比较敢去抢大人，不像 Ringo 他敢抢大人。Ringo 对，至少还有吃到一些。嗯 ，Ringo 有吃的。Ringo 吃不少。Ringo 那一袋有饼干，他吃不少。贾巴里是只捡了几颗瓜子吃了。然后贾巴里又不敢去抢他妈妈的。不敢的、啊，他是别。还敢回头去抢他妈妈的。所以以后在群体的话，我觉得贾巴里会比较弱势，他不敢，他不像英国比较敢。贾巴里，你去找你妈妈，你妈妈那边三袋一定还有，地上还有剩很多瓜。哎呦，给推。风好大。现在游戏时间了。没关系，等一下进去看姐姐会补给爸爸的。有，姐姐有都有看到，所以知道家爸里没有。看他们有没有多余。有时候他就不会想，没想到这种状况就没有留多余的。对。尤其现在的那个坚果都比较，要为了节省钱，就比较少。